那我们先来林医师健康小教室一下哈。拿人体器官图当道具，蔡正英炮轰对手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。了解人民的需求什么？靠的是脑袋，我们不是靠你的生殖腺，不是靠我们的生殖器有没有用过。你现在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，近寒者歧视啦。民进党三叔火力全开，质疑张善政谈外配健保议题，批评蔡英文，不过还原张善政的说法。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不是罪过，但是他因为没有生过小孩，他就不知道这个心。我们不在乎那个产检，我们在乎产检检出来如果有问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。可能要找我的黑材料好像不太容易找，所以从我讲的话里面抓这些这些各个单字啊，把它组合成他们要的这种黑我的语言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痛心。张善政变成民进党攻击目标，就连卡神杨慧如网军案关系匪浅的主日代表谢长廷不肯现身说明，但十天内在脸书发了5篇文，大多杠张善政。谢长廷企图中断和杨慧如的关系链，把舆论焦点转移到张善政身上。应该心里有鬼吧，一定是心里有鬼不敢面对，反而要用乌贼战术去打张院长一些小枝节的问题，其实不敢面对问题。我相信这个是他们现在心虚的展现。民进党猛打张善政，模糊网军攻击外交官争议，闪躲外配怀孕纳健保政策，死黏着张善政化尾，想改变风向，在负面声浪中脱身。记者黄明君、邵玉敏台北报道。